最近给妈妈送了一个价值不菲的翡翠，爸爸有点不开心。我们用油画后的麦芽糖加玩具蟑螂给爸爸做一个手工琥珀。哎呀妈，我的妈，四泡哦。这个子看着还可以的嘛，总是有颜色都不错。这又有一个啥东西啊，像偷油婆一样的。就是偷油婆。哦哟，这个偷油婆年代有点久了，可以。咋子？你还有房子没有？没有。你这儿喝，你是比你妈好些不？要好些。啥呢？啊？啥呢？好不好看嘛？开啥呢？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老妹儿，我买的，我打死，可以，打死。可以吧，阿姨？Later.